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妈。今天呢，我们这一集呢，来学习这种勤能网围巾的织法。那么这款勤能网的围巾呢，我们用的是我们店里的这种八股的绕线来织的，织出来的成品呢，它呢弹性还是比较大的，也很舒服，很柔软。那这个勤能网花呢，它呢带有一定的镂空。的这种，它带有镂空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呢，围在脖子上呢也比较透气。好，它的织法呢也很简单，全部都是一种针法，所以呢很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。那么它用到的工具呢是我们店里的这种带珠的单尖的水晶针。那么这种水晶针呢，它的长呢？是36厘米，用来织围巾呢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呢你不用担心它会滑针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学习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八股线拿出来。首先呢我们要起针，这款勤能网围巾呢我们的起针数呢是单数针，那我这个呢我起的是。37针，织出来呢就有这么宽，那我觉得成人带呢就应该刚刚好。好，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织个小样。好，我们开始起针，在中间系个扣，把针穿进去。我们的起针方法呢是这样的，左手呢，用大指和食指把线撑开。好，下面呢握住线，先挑过拇指外面这根，再挑过食指外面这根，从拇指中间划过。好，稍微拉紧，这就起好的一针。挑过拇指这根。再挑过食指这根，从拇指两个线圈中间穿过，好，放掉，拉紧。那这种起针方法呢，我们在上一集，也就是第5集里面呢，也讲到过。如果有姐妹呢还不熟悉的话呢，可以去看看第5集里面的棒针的基础针法。好，我这里呢，我起了19针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开始织第1行。我们这个围巾呢，它采用的是往返编织的方法，织过去再织回来，织过去再织回来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行怎么织。第一行呢，我们先织一行的一下一上针，一下一上。好，大家看，第一针先织下针，下针的织法。我们的棒针穿过第一针的线圈，带线挑出，把这一针划下。好，这是下针。第二针呢，我们织上针。上针呢，我们需要把线绕上来。棒针呢从后面穿到前面。好，绕线。挑出，把这一针呢放掉。好，这是呢一下一上，那么重复这种方法。接下来第三针，我们又要织下针，所以我们要把线放下去。好，这是第三针，第四针上针，又要把线绕上来。那我们就重复这种方法，一下一上，一下一上，把这一行呢织完。
那在织的时候呢，大家要注意的就是线，这个线绳呢，它要跟着走。如果织下针呢，我们就把线放下去；织上针呢，就把线绳呢往上来。好，整个第一行呢就是这样织的。我们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是第一行，我们织完了，织了一行的一下一上，一下一上。好，第二行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织花样了。好，第一针它是上针，所以我们挑下不织。好，那接下来大家看清楚了，我们把第二针和第三针并针，也就是第二针和第三针一起织，用棒针呢穿过这两个针目的线圈，两针呢同时织，织下针。好，再把线绕上来。第四针和第五针呢也是并针一起织，织下针。好，又把线绕上来，又是两针并一针。线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。那我们整个的第二行呢，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编织。那我这里呢，只起了19针。大家呢，如果自己在织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起够呢自己需要的针数。啊，我这里呢只是演示一下。好，这是第二行呢，我们织完了。接下来第三行，第三行的织法呢，跟第二行呢是完全一样的。同样的，第一针挑下不织，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这个第一针呢，它是上针，所以我们呢挑下的呢也是上针。因此呢，这个线绳呢是在棒针的上面，我们把棒针放到这个线绳的下面，这样挑。好，又是两针并一针，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，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。好，我们整个第三行呢也是这样织的，两针并一针。那一定要记得呢，把这线呢绕上来。它的织法呢跟第二行呢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这是第三行呢，我们就织完了。那么接下来的第四行呢，它的织法呢，跟第二行、第三行呢，又是一样的。那以后我们的每一行织法呢，都是跟刚才的第二行、第三行完全一样。那大家呢，就需要按这种方法呢，一直的往上织，织到呢自己需要的长度就可以。好，那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一针是上针，我们呢，棒针放在线绳的下面，挑下不织。好，两针并一针，把线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，线绕上来，两针并一针。我们的每一行呢，
都是这种方法。那如果大家知道了自己所需要的长度，那最后我们怎么收针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怎么收针。好，那假设呢，我现在呢已经知道了自己所需要的长度了。那么织完了自己所需要的长度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呢还要织一行的一下一上针，就跟一开始的第一行呢是一样的。一下一上，好，织下针，线绕上来，织上针，再把线绕下去，织下针，线绕上来，织上针。这一行呢，我们就是这样，一下一上。一下一上，我们这个围巾呢，在最后需要织这么一行，一下一上针。再来收针。那大家在织的时候呢，可以检查一下每一行的针数呢，它是不变的。你起了多少针呢，它就还是多少针。如果你发现少了或多了呢，那肯定是哪里织错了。好，这是呢我们一下一上织完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来收针。那这个收针方法呢，跟我们第五集里面讲到的呢有所不同。好，大家来仔细看。好，我们第一针、第二针一起织，并针，织下针。好，再把右手棒针上的这个线圈呢套回左手棒针，再。两针并一针，织下针，好，又套回去，两针并一针，又套回去，两针并一针，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呢来收针的。不好意思，针滑掉了。挑回去，两针并一针。好，这一行呢，快织完了。好，织完了。那收了针之后，它的效果呢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最终呢，我们织出来的成品呢，就是这种花样。大家看，它是这种镂空的。
好，这是呢这个围巾呢，最后收针我们就这样收完了。那最后呢，大家呢把这个线头把它剪断，最后呢把线头长一下就可以了。